卖了一台啊？没有，伊朗，这个是以前的。就是这个，新手装那个吗？嗯。对，测试好再发回去。调试好再给伊朗发回去。嗯。现在给他改装成这个机器去卖给他。嗯，这样回去自己接。动哥几千块钱。哦，动哥走了。太了。动哥退货了吧？是吗？你是装的啊？啊？我说你装的退货了吧？退货了，我就让他退啊。不然我没办法啊，我的意思那就让他退货呗。你跟客户说，你说徐猛想念他的机器了，所以必须得回来发回来见一面，要不心里不安宁。我呢？我看吧。这个我忘了。